Finally, right? 很好，老爷。老爷，爷，老爷。It's wonderful to have like my two families come together. Yeah, it's really. 两边的家人就可以到同一个地方。I felt it when I hugged her. 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周末了，我们也有两周没见姥姥姥爷了。上周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我们也没去姥姥姥爷家。今天就带着姑姑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姥姥姥爷。这也是我的家人第一次去见姥姥姥爷，姥姥姥爷非常期待姑姑的到来。我们这会儿就出发喽。好啊，走了。期待见到姥姥姥爷。好，给姥姥姥爷还有那个姨姨的女儿带的礼物。出发了，今天的天气还不是特别好，还在下着小雨。今天夜里下了一夜的雨。对，夜里下的挺大的。现在稍微晴了。今天我和姐姐在前面，瑞贝卡在后面陪孩子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另外一个城市，是姥姥姥爷出生长大的。那瑞贝卡是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呀？我没有，我出生的是在田纳西州，然后我长大是贝卡州。人家都经常说美国是游牧民族，就是工作在哪儿，然后家都搬动了。那贝卡的爸爸其实现在也等于是就像是落叶归根的一个状态啊。这会儿经过了我和瑞贝卡结婚的小镇了。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来，因为太远了，也没有办签证。因为你们都在工作，来一趟美国也不容易。对对对，而且来一趟那个花费也不少。看一下我们结婚的地方，这个小镇还蛮漂亮的。这是这个小镇，我以前来瑞贝卡爸妈家住的时候，我天天都在这走啊，憋得难受。是吗？出来走。巴克利也想看看。这个小镇就是一派田园风光。岳父母在这住了七八年，是不是你俩满满的回忆的地方？对，这是姥姥爷之前住的房。这是姥姥姥爷之前的家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办婚礼的礼堂，然后后面那个一片草地是我们照相的地方。满满的回忆。对，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快到姥姥来家了。这两天最近姥姥爷不是特别舒服，所以我们也不想让姥姥爷做饭，我们就在姥姥爷家附近买点他喜欢的这个美式中餐带过去。我们今天就吃美式中餐，妹妹也拿了一些土豆汤。我们下一次等姥姥爷来我们家了以后，我们在我们家好好的给他们做一顿中餐，包点饺子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到了，买点饭。Mushroom chicken. Mushroom chicken. Okay, and what for the third one? Broccoli beef. Broccoli beef. 哇，他这也太快了吧！ I'll make sure we have enough fortune cookies. 他们就是这个左边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到姥姥姥爷家了。哎。Hi guys.Oh, you're wet. I didn't know. Hi. I'm sorry. Hey, Winston. Hi. Hello, my Ruby. Hi.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I'm sure you get it. Finally, right? 很好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。你好，老爷。他们都说你是个可爱的。我去睡。可爱的老人。There are a lot of audience watch our video say、oh, you are、really? like many people say you are gentleman. 好多人喜欢你。A lot of audience like you. Wow. Same over here too. I see people out in the restaurant, in restaurants, and they say.You're Rebecca's father. 他说他们在这边出去的时候就有被人认出来说是 Rebecca 的吗？ So I'm a star. 而且多才多艺。姑姑 always watch our video, so、yeah. she
She see you a lot in the video. Every morning, I always look for new videos. 那你爸爸今天非常帅。Bobby is very handsome. 骂了，骂了。Rebecca gave me this for Christmas. This is what's so good. That's so cool. I knew there was a reason I wore this today. Rebecca 今天和姥爷穿的衣服差不多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中午吃中餐，然后还有土豆汤。程程坐在这儿，姥姥给你安排的椅子是这儿，你和雅安坐在一起。你给他解释一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啥？在美国每个中餐馆中餐吃完饭之后都有这种幸运饼干。哦。里面有一段字。对，但是好笑的是，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中国的餐厅都没有，但是在美国 中国餐厅都有这个东西。美国人的印象当中，这是中国的一个东西。但是中国人一来美国说 What's this？ 没见过，是真的没见过。不是中国的传统，对不对？对。很搞笑。Son, it's time for eat. Now, let's go. Let me stay there. Yeah, go.哎呀，孩子们都饿了，现在快一点了。姥姥专门给老给姑姑拿了一个筷子，好漂亮。他开心你在这里，他都哭了，你看。What did you say? I'm telling her they're so happy that you're here. We are. It's wonderful. She said, I feel like I've known you for a long time. Yeah. It's wonderful to have like my two families come together. Yeah, it's really. I'll be in the jar and join you. 到同一个地方。I felt it when I hugged her. 姑姑也感动的想哭。She's always wanted all her family in one place. Yeah. 很感恩，很感。你尝一下他们的水茶，你尝，这是南方的这个。怎么样？挺好喝的。就是除了茶之外还有感觉，就是有点像，就是没办法形容，就是挺好喝的。Red tea. 它是美式的红茶，但是它也加入了比我们在国内喝的红茶加入了一点其他的味道。啊，对，挺好喝是吧？我觉得挺好喝。对，它有点甜甜的。老二爷非常开心，然后开心的哭了。Very sweet. Yeah.What did you like the best about the snow? Sledding down a drive. Yeah, that's my favorite. And skating. 他们在说 skating on the trampoline. We didn't get. I wanted to do that, but so heavy. My favorite was. 他们在说这场雪以后 sledding on the snow. 下雪的时候，他们孩子最喜欢的是什么活动？他们说是滑雪。你觉得第一次吃美式中餐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吃的习惯是吧？也不难吃是吧？不难吃，不像国内的饭，但是不算是难吃的，感觉有点酸甜，加了一点甜甜的口味。对对，是的。老爷说这几个孩子都长高了，三周没见，看起来长高了。You made it taller than I am before I... Wow. You'll be taller than you. Congratulations, it was fine. She could wear Gugu's clothes. Yeah. 嘟嘟是不是比你高？他们说，嗯，有你高吗？差不多。就是潮州和我一样高，一米六五嘛，对，一米六五，一米六五。哇塞，嘟嘟还高一公分，我觉得你很高，166。啊，我166。啊。Judo is the same height as me. Oh my goodness. 165. Your clever mind will lead you to many rewards.
翻译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 clever 技巧，你很厉害的脑子，可以让你有很多机会。机会 reward 就是机会嘛，你很聪明，可以得到很多回报。哦，可以。姐姐的在美国吃了第一顿中餐，然后打开了第一个 fortune cookie。我发现你们这今天穿的这个衣服颜色都很好看，是吧？我们也是女主加配的，都是同色系的，都是很不同的颜色。他们都穿的都很好看。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 fortune cookie 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来都不知道这个 fortune cookie， 然后美国人都说是中国本来餐馆在中国就有了。我以为是。对，他们在说为什么。然后我妹说，也许是就是美国，就是有人来美国做餐厅，哪个餐厅馆，他们认为是中餐馆的老板有这个想法，就是祝福他的客人，对，或者是分享一下中国的文化的一些那个 proverb， 中国的一些传说，或者一些那个叫什么谚语，格言，然后就传开了。对，然后美国人可能觉得哦，这个很有意思，然后就在美国的这个华人餐厅中就开始流行了。对，对，应该是，这应该很长时间了，因为华人在美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是吧？风车什么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比较不喜欢，因为在中国你出去，老爷的，他们在交流，近，而且比较可以走路，或者是在问姑姑一些问题。公交可以到。哦，就是因为最现在出去的还比较少，还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体验。She hasn't been out enough to feel a difference because she's in the house. 最近一直在倒时差，现在还没有倒过来。Even now she still has jet lag, so she's working really hard. That slows you down a lot. We remember that. 因为也是 worse coming here. 他们 what year was it you went? 2010. I blocked that out. Sometimes I don't remember things about y'all's visit. I blocked out a big portion. I don't remember it either. Being cold, that's all I remember. 就是2010年，他们有去台湾找我，只有我还在那里教书。他们也是坐那么长的飞机，然后他们在我那边待了才2个星期。用他的那个旅行一样，就比较短的。然后他们过来陪我2个星期，又坐飞机回美国，然后就超级一直在时差中。对，然后我爸跳时差和你和我老公差不多，就是一直睡，就一直睡到终于觉得可以出来。I said your method and Winston's method.Sleep until you get over. Sleep until you can, like, that's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it. No. Yeah, no. I think so. 我妹曾经也来打过，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苏绣绣的。Oh, so cute. Oh, man. Oh, man. Those are so pretty. You are so sweet. Oh,